马来西亚梅里斯基带妈妈到朱巴中华公学宣导环保。珍惜绿森林，二善珍惜水资源，三善时时省能源。环保不是口号，要身体力行。学生实地走访环保站，更能感受环保的重要性。环保对我们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一个人他很有钱，然后他买了一些衣服，过后过了几个月他不要了，他把它丢掉。然后现在有一个地区发生天灾，他们可以把那些衣服就一直人家不要的送给他们。做环保很重要，环保给我们带来很干净的环境。怎么样证明地球生病了？空气被污染了，空气被污染了。小小双手可以守护地球，在孩子心中也种下环保的种子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。